琴日我哋講過，有一部新書《華盛頓郵報》啲記者下個月出嘅《Pearl》，Pearl 即係咩啊？中文真係屌你乜屎撚蛋啦！嚇唔係嗰個係 Pearl， 呢個係 Pearl，P-E-R-I-L 危機咧，應該咁上下啦。其實每做每一集嘅最正分析咧，你唔好我睇就咁講嘢講，即係兩個零鐘，係要做嗰啲資料啊，要睇好多即係唔同嘅傳媒啊、海外傳媒啊、英文報紙都要睇埋啊，咁啊仲要睇，即係你知左中右都要睇喎，因為你譬如你淨睇 CNN， 淨睇紐約郵報，或者你淨睇紐約時報，再加埋呢個 NBC， 或者你淨睇 GP 都係唔夠，你要左中右你先睇先，有時會成個畫面，因為有啲嗱右翼嗰啲就報啱佢哋嗰啲信息，左翼嗰啲主流嗰啲就報啱佢哋民主黨嗰邊信息，所以有時有好多啊都要係即係左中右嘅媒體先可以全部睇曬。